好，台湾有句话说一府二鹿三艋甲，其中的排名第二城市就是彰化的鹿港了。为了要发扬老城市的文化资产，彰化县政府跟鹿港镇公所现在举办文创商品的创意甄选活动，也举行了成果发表。所有作品都是以鹿港地方特色为主要设计概念，经由甄选创意作品再开发成文化创意商品，而且还特地模特走秀的方式来发表五项鹿港文化创意商品，甚至还会在网站上以鹿港为品牌行销，希望将这个百年老城市的名称扩展到全世界的平台。